刘嘉玲最近在香港又开了两家日本料理、西班牙美食的餐厅，有人说嘉玲姐真是商家奇才，生意遍天下。其实没那么复杂，就俩字儿：闲的。嫁个老公跟没嫁一样，各忙各的。有人闲着微信打飞机，家里织毛衣；刘嘉玲闲着就开酒吧、开餐厅，去的只是花钱多少。